童话故事里，当公主沉睡不醒的时候，总有王子会身骑白马，手持宝剑，出现在公主的身边，故事就有了圆满结局。啊，行，一定行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快，来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别动，别动！真的。